开心，我们今天有三位艺术家，三联合在山庄里面集齐飞豪。然后今天这个我们这因为200块起拍，每一次接见是接50块钱，欢迎大家进拍。好，自我介绍一下，陈老师，陈公少，我是陈少公。陈少公 ，OK， 好了了，你叫叫什么就行了啊。王老师，王翔，王翔老师啊，我叫戚志京，戚志京老师 ，OK， 三位老师今天的作品所卖出来的，拍通通哎，协和山庄来，这个基金会捐给协和山庄，对，谢谢协和山庄，谢谢，好，你要介绍一下你的，对对，哦。这次我们协和山庄书画展主要是说将各位书法家，华人书法家的这个书法艺术通过台湾俚语的形式展现在这个纸上，然后之后由协和山庄我们陈先生负责，然后帮各位把这个书画作品镌刻在石头上，通过阴刻和阳刻的方式永远流传。谢谢各位，就是你粉丝哇，谢谢 OK， 我们所有必须支持 OK， 好，希望我们今天拍出好成绩。Sandra may come， 那我已经找到一个买家了啊，他一会儿会，那我们来找到一个买家。 Sandra， 你必须要支持这个文化艺术活动，因为200块起拍，我知道你第一个要举手的了 OK，200块起拍，每一次接见是哪位？三位联合写的 OK， 好 OK， 对对，不是买，因为3点钟开始拍卖 OK， 对对，你还有竞拍 OK， 感谢三位老师 OK， 好，我们希望拍出好成绩，也支持美东的文化艺术的这个各种的发展 OK， 感谢，也感谢张老师，张老师来，好，我们希望高界这个为慈善为艺术拼了 OK， 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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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OK。